是吧？他说他还要拿排名的加分的，嗯，到最后还要玩对战模式。要打六十克，我就才会气死。一开始就要机器，已经满了。没有说要像你这样的，一开始就甩我鸡蛋嘛。我们要去，真的再去爱嘛，再去赌场哦。干哪来得及啊？已经十点了。就去爱买就好了。爱买的看冲过头了，爱买不是很多人。你说我们比赛嘛，赚多少？把小朋友赶走的话，你就是现在没吃到。那个跳有没有冲击的分数也没多少。是。到底是谁的责任啊？No。八百九安尼，就安尼。一分半超过了，没有舞台，还有舞台，就加3万多人了。我这一台。他挡我是怎样？啊哦，看。跟我一样的地方中哦，没有这里面啊，刚想说再稍微甩一个，甩过头了，这样分数就低耶，好像是2万美元，我记得车子都没有撞是2万美元，一直被拉回来，我什么都没有车，没有车的时候你应该走捷径啊，你要看地图啊，有车的时候你就不要吃吃蛋鸡了，去干掉这个。哦，又冲过头！反正我你就用这个定焦拍就好了，就不用再拉近拉远。又冲过头了，剩四秒。又冲过头，超越！这什么成就？看一下，那什么成就？超过1000分的漂移。哦，超过1000的漂移。要超过一千很容易啊，烂爆了，才15万3，153，153567，153567，还不错啊。